这个 video 很容易看得明白的，这个是旧款的 repeater， 一到楼上啊就没有线了。这个是新款的，就是这个 mesh wifi， 你看啊，它走到楼上去啊，它的 wifi 是不间断的，所以它是没有分一跟二的，看到吗？